背号24号 Number 24莱斯。他们却浪费了28分的领先，是比较不应该的。Open on the lift here. All right, okay. Hey, let's go. 而且在台中太阳队这里的先发做了一个调整，丁胜儒拉上了先发的控球后卫。太阳可能是着眼于第一场在上半场的进攻节奏太差，所以希望丁胜儒可以帮助稳住。所以今天这场 Game Two 的开赛，两队都是稍微比较慢热的情况。可以看见苏奕静跟 Motri 两个人至少在第一节到目前为止卡位是非常积极的。哦，莱斯来了，是目前还在登录名单上全联盟唯二得分超过30分的球员。丁胜儒再传出来，外线这里莱斯起来了，跳投空心步啊！来，莱斯变换节奏进来，哦 ，M one。对台皮的这些本土侧翼来说，真的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。大三元，然后这场比赛这个第一节又拿比数，马上台中太阳又把比分拉开。哇！但我想台皮应该会更希望他来这里当台皮的 KD 啦。6分，对，是台皮最可以依靠的火力。哇！但是台中太阳队，台中太阳的投篮命中率高达了60%。台皮英雄阵中还没有什么球员是，而且你要想想，这还是刚开赛，我们大家都觉得两边手感各自不算太好的情况下，我们 Jones 哇夹击上来，把球抄走，前面莱斯忘记，球被丁胜儒抄走了。这里太阳队的快攻机会再找到莱斯，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会赖犯规的球员，对，很擅长利用一些碰撞来上罚球线。台湾球迷也可以好好看看这些在各国讨生活的洋将到底。全场52分，这个技惊四座，而且哦对，在我们球评的旁边，对，很大一张。外带3次的助攻，才得6分而已。卢冠轩三分外线的跳，莱斯带过来后仰跳投比较难，但是他觉得 OK 啊。而且莱斯他最会打这种5次团饭的情况。上场也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情况。那我们看一下莱斯在今天上半场的个人用16投，来到第三节，哇，好先找对的男人，苏奕静大脚转移再找莱斯，外线又起了，哇，三分球大把握住了。所以丁胜儒的发再回给外围，这里莱斯，哇，你的技术啦，显然这球原本就不是要做最好的空档出手。哇，这样的哈总你可以吗？我觉得蛮可以的，我也觉得可以，我觉得蛮可以的，感觉合适。要给莱斯，莱斯要单打翻身，哇，又进了，莱斯，莱斯弧顶来做启动，再给篮底下出一记 good pass， 哇，这是来自莱斯的。台平英雄对上台中太阳，现在时间在第四节所剩不多了。莱斯，莱斯要犯规，没有成功，但是他把球给抛了进去。甚至还有一个 M1 的机会啊，裁判是没有吹。对，这节拿了13分，打到外围，苏奕静三分跳投出手，空心破网，交给莱斯，莱斯从右侧启动，带步的跳投出手，莱斯，两个人这球先预设会有人碰到，那就马上拔起来出手，在还没有听到哨音的情况下，其实是比较草率的，血封喉啊，太重要了。全场莱斯砍下了43分，冠军交给莱斯，外线起了，哇哇哇哇哇，绝杀绝杀！裁判当然还是要透过艾尔斯先去确认一下 ，back respect， 真的是要一战封神了，看。接球棋基本上应该是没有问题啊！哇，这关键的一个play绝对不能放的就是莱斯，但还是被他跑出了空档。
哇，莱斯，仿佛有一种已经要挽回整场比赛闷气的三分球，但。